欢迎回到法治集结号。今年9月22号的一大早，市民殷女士呢开着车送儿子去上学，在途中啊路过鼓楼区宁宫新域二村附近一家包子店的时候，她停下车准备去买早点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突然有人拉开了她的车门，抢走了她的手提包，这里面总共的财物价值有10多万。那么昨天啊，两名犯罪嫌疑人落入了法网。案发当天，殷女士的车就停在距离包子店大约5-6米的路边。下车前，她还嘱咐儿子要把包看好。在哪里呢？他包在两个座位中间配一个图像吧。嗯。放在图像上面的。嗯。图像上面那个叫儿子，你看这包，他买包子了。就在殷女士排队买包子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儿子的哭喊声。嫌疑人从右边，车主的右边开车门，进来拿包的，拿包呢。他拿包的时候，我家小孩呢是拽着包，两个人是抢你看的，包的抢走了。随后男子跳上同伙的摩托往北逃窜，殷女士立即追赶，最终还是把歹徒跟丢了。接警之后，鼓楼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调查。经过2个月的跟踪和蹲守，昨晚10点，民警在江宁某出租屋内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。经查明，郝某和樊某均有多次抢夺前科。9月22号一大早，手头拮据的两人商量好在宝泉公园一带实施磨抢。樊某骑车望风，郝某负责抢包。在发现了殷女士匆匆下车没锁车门之后，郝某立即出手，随后仓皇跳上樊某的摩托逃离现场。目前因涉嫌抢夺罪，两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。